尊敬的诸佛和尚，尊敬的赖师长，各位领导，各位嘉宾，各位大德，大家好。今天是台南极乐寺第一次举办祭祖大典，意义非常重大，这个因缘也是无比殊胜。孝是中华文化的根，敬是中华文化的本，祭祖是弘扬孝敬之道，报本反实的优良传统。诚如论语中所说的，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矣。如果人人重视孝敬，人民的风气自然归于淳厚，社会自然安定和谐。所以祭祖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一桩大事。世间孝道，身为佛教徒，我们应当如何尽孝呢？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中谈到敬业三福，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敬业正因，也是敬宗学人修行的最高指导原则。敬业三福，第一福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是人天的福德。如果希望来世继续出生为人，或者希望升到天堂，都必须具备这个福德。关于这个福德前两句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我们以儒家的根《弟子规》来落实，这是伦理道德教育。其中孝养父母是孝，奉事师长是敬，孝敬尊师就是我们所说的孝敬之道。孝道跟师道是一切德行的根基，非常重要。但是现在社会西化的非常严重，把孝道跟师道都抛弃了，造成社会越来越混乱。这都是因为把文化的根斩断的缘故。就像没有根的话，插在花瓶里几天就枯萎了。同样的道理，没有根的社会，安定繁荣的时间不会长久，渐渐会趋向瓦解。要挽救社会，必须从根救起，也就是要从孝亲尊师做起。第三句，慈心不杀。我们以道家的根《太上感应篇》来落实这一个因果教育。因果教育特别重要，人如果人人深信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的因果法则，社会就会安定。如果人人不信因果，放纵自己胡作非为，
不相信以后会有卧宝，于是造卧成为风尚，社会就会大乱。第四句，修十善业，我们以佛家的根十善业道经来落实，这就进入了圣贤教育。有经中所说的一切圣贤都是以修十善业为基础而成就的。身为佛教徒，首先我们应该落实弟子规来尽孝，这是世间孝存面。弟子规是根据《论语》中孔子所说的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礼，则以学文。”这几句话而开展的，分成孝、悌、谨、信、泛爱众、亲仁、学文这六个部分，每一个部分都列举具体实践的要点，使人读了就知道应该如何落实。例如在孝的方面，从父母呼应勿唤开始啊，父母呼唤我们的时候要立刻回应，不能怠慢。从这个小地方就能看出我们对父母的态度，如果对父母心存恭敬，父母呼唤的时候必然是立刻答应。如果还慢腾腾不出声回答，让父母干等着急，不知道我们在不在，这就显示我们对父母的恭敬心不够，不能体贴父母，这样我们的孝道就有了欠缺了。现代人教小孩孝道，孝道必须像古人一样，从生活中当中一点一滴教起，从小培养小孩对父母的良好态度，这会影响小孩一辈子。养成对父母孝顺恭敬的态度，是让小孩培福积福。从小养成这种良好的态度，将来在社会上一定受人尊重与信任。相反的，如果你从小就对父母不恭敬，这样的小孩是在折损自己的福报，将来长大之后在社会上也很难长久发达。孝经里有几句话：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；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，谓之悖礼。意思就是不爱父母却爱别人，那是违背德行的不正常。他不是真的爱你，他是爱你的钱，或者是爱你的权势。因为对于离他最近的、对他恩德最大的父母，他都不能生起感恩的心，那他就不可能真正感恩别人。连自己父母都不恭敬，却能恭敬他人，那是违背道理的。他对人的恭敬都是有目的的，不是真心的恭敬。有利可图的时候他对你毕恭毕敬，无利可图的时候他就完全可以弃你于不顾。所以忘恩负义的人都是那些不孝的人呐、啊，这样的人迟早会受到
社会大众的唾弃，很难长久恢弘腾达。有一句谚语说，诸事不顺因不孝啊。如果你在家庭事业等各方面遭遇到种种障碍，你要反省自己是否在孝道方面有亏失。当你自我反省之后，改正自己的过失，努力尽好对父母的孝道，你的障碍就会随着消失。所以《弟子规》一开头这两句“父母呼，应勿缓”的精神，就已经涵盖了整部的《弟子规》，必须深刻去体会其中的含义，绝对不能轻易看过，而且必须在生活当中落实。对父母心存恭敬的人，对其他人也会心存恭敬。父母呼唤他的时候立刻答应的人，别人呼唤他的时候他也会立刻答应。所以这种从小培养出来的恭敬心会推广到对待其他一切人。对人有恭敬心的人，自然得到别人的尊敬，人缘自然就好啊。所以一个人的家教会影响他一辈子，而《弟子规》就是最好的家教。佛教徒应该认真遵循《弟子规》的教诲来实践，这样就能具体落实养父母之身，养父母之心。啊，尽孝并不是你给父母多少钱就算尽孝了，而是必须发自内心的爱护父母，恭敬父母。和父母住在一起的人，从早到晚都要尽到对父母的孝敬。能够这样侍奉父母的人，是有大福报的人。因为父母是自己的恩天呢，也就是对我们有恩的人，如果我们能够恭敬供养父母，那么我们就种下了很大的福德种子。而这些善因将来会结成很大的善果，带给我们长久的福报与快乐。对于在外工作的人，一有时间就应该回家看望父母，让父母的心得到安慰。要珍惜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，好好尽到为人子女的本分。当你能够对父母尽孝，你的子女学会了，将来他会对你尽孝。这里面是有因果关系的。学佛的人不能眼高手低，不能因为自己懂得佛法明白很多道理就觉得了不起，乃至看清父母，认为自己的见解比父母高，父母必须听从自己的话，甚至于疏忽了对父母的孝顺与恭敬。要知道学佛的人如果不能好好对父母尽孝，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佛弟子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，人都做不好还能成佛吗？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在唐朝时候，安徽省太和县有个人叫杨祖，他
他感觉的人生无常，所以立志就修道。他听说四川无忌大师的道行很高，为了要亲近名师，就辞别双亲，到四川去拜访无忌大师。刚进入四川，他遇见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和尚，那就是无忌大师，但是他不认识无忌大师。于是他请问老和尚，无忌大师在哪里？我要参访他，要跟他学佛。老和尚说，你要见无忌大师，那不如见佛。杨祖问，我很想见佛，但不知佛在哪里，请教老和尚指示我好吗？老和尚说，你赶快回家去，看到肩上披着大被，脚上倒穿鞋子的那个就是佛。杨祖听了老和尚的话，深信不疑，就启程返乡，在路上跋涉了一个多月，回到家乡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了。他敲着门，敲着家中的大门，呼唤妈妈开门。他妈妈听到宝贝儿子回来了，欢喜地从床上跳下来，来不及穿衣服，只把棉被披在肩上，倒穿着鞋子，匆匆忙忙出来开门。那门一打开，杨祖一看到肩上披着大被，脚上倒穿鞋子的母亲，就是老和尚讲的佛的样子。当下就觉悟到，父母才是活佛了。从此之后，他竭力孝顺父母双亲，在物质方面尽量使父母满足，在精神方面尽量使父母快乐。他还为孝经做了几万字的注解，写毛笔时候砚台都要加水，结果他不用加水，砚台里头自然有水出来。这是杨祖做孝经注解的感应，感动了天神，所以有这种感应事迹。后来杨祖活到80岁，临终时诵《金刚经》4句偈，安详而逝。《华严经疏》引大集经上的话，视若无佛，善似父母，似父母者即是似父，父母与我为先觉故。所以孝养父母的功德很大，堪能与奉祀佛陀的功德相比。古代大德说，堂上有佛二尊，恼恨世人不识，每个人家里都有两尊佛，可惜世间人不认识。不用金彩装成，非是粘檀雕刻，这两尊佛不需要黄金做身，也不是檀香木雕成的，即今现在双亲就是释迦弥勒。你现前的父母亲就是释迦佛，就是弥勒菩萨。若能沉浸于他，何用别求功德？如果你对父母非常沉浸，你不必向外去攀援求功德。这是很重要的开示，可惜现代学佛的人往往不知道这个道理。除了奉养父母之外，《弟子规》里面还说到，必须规劝父母改正
过失。啊，如果父母言行思想有错误，做子女的人必须要和颜悦色，以柔和的言语来规劝父母改过。如果父母不听劝告，也不能就此放弃，遇到父母心情好的时候必须再规劝，甚至以真诚的感情来打动父母改过。如果父母因此而生气甚至打骂，作为子女的人也要忍耐，不能因此而埋怨父母。佛在经上说，父母对子女的恩德很大，子女即使以100年的时间将父母扛在双肩上，走到哪里都带着父母，给予父母一切最好的供养，也无法报答父母的恩德。但是如果子女能让父母放弃错误的思想见解，放弃不道德的恶行，转变成为思想正确积德行善的人，那么子女就是已经报答了父母的恩德了。这是因为错误的思想、恶劣的行为会使父母来世堕入恶道受苦。为了拯救父母免于恶道受苦，子女必须帮忙父母建立正确的人生观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这是更大的孝心。就世间孝而言，落实弟子规就是做到养父母之身，养父母之心，这些尽了世间的孝道。就出世间孝道而言，佛弟子要更进一步，养父母之智，也就是说父母立成垢，子道方成就，要帮助今生的父母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脱离六道轮回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甚至要帮助生生世世的父母师长六道眷属永离六道，往生净土，这才算是尽了为人子的处世大孝。处世间孝道，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出孝养父母的好榜样。佛出世之后，母亲摩耶夫人就过世了，母亲的福报很大，生到了忉利天。于是佛成道后就到忉利天宫住了3个月，特别为母亲说讲经说法，说了一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。按照增益阿含里面的记载，这一次的法会是第十天王齐请。过去一切诸佛都曾经到忉利天为母亲说法，以报答母恩，母亲生育之恩。释迦佛成佛之后也不例外，佛在忉利天宫为母亲说法，表法的意思很深。学佛之人，尤其是发心剃发出家，是世间人误认为这样子无法为家族传宗接代，就以为啊这是不孝，如何对得起父母祖宗？殊不知，出家才是大孝。
在佛门之中，即使是出家了，也不能置父母于不顾。可是孝养的形式与世间人不同，你能够认真修持，依照佛陀的教诲去奉行，以此功德回向给父母，父母能够得到诸佛的护念、善神的保佑，这是尽孝啊。若是你修行有成就，在生生世世的父母都能得到真实永恒的利益，这是大孝啊。因此可是而论，佛法彻实彻宗就是一个孝字而已。佛不仅对母亲尽孝道，对自己的父亲金梵王也是非常孝顺，而且所行的是难行能行的大孝。观佛三昧经中，佛对佛王金梵王说，诸佛出世有三种意，一者口舌十二不净，法师利益能除众生无明暗障，开智慧眼生诸佛前，早得无上菩提。可见诸佛出世第一功德就是讲经教学。释迦牟尼佛原本是迦毗罗卫国的太子，名叫悉达多，19岁舍弃王位出家，30岁成道，讲经教学49年，口说十二不净。这十二不净是指佛经中12种不同的题材啊，法师利益能除众生无明暗障，法师的利益能够帮助众生解决疑难杂症，破除无明，开智慧眼，开启智慧。最殊胜的利益就是帮助众生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所以佛陀教育宗旨就是帮助人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经文继续说，二者诸佛如来有身相光明，无量妙好，若有众生称念观察，若总相，若别相，无问佛身现在过去，见能除灭众生四众无逆，永备三途，随意所乐，长生净土，乃至成佛。若有众生称念观察，称念是念佛的名号，或者念佛身相妙好，观察是意念所想，常常想佛的相好光明。若总相，若别相，总相是全身，别相是想他的顶级不好，或者称出来的啊佛称出手来戒淫往生等。无问佛身现在过去，戒能除灭众生五众啊四众杀道阎王，无逆永备三途啊，不会做三途啊。无论是现在佛过去佛，只要能够常常想佛的相，称念佛的名号，都能除灭众生四众无逆之罪也。四众是指杀盗阎王，四众啊，四众重罪。无逆是指一杀母亲，二杀父亲，三杀阿罗汉，四触佛身血，
无破获获生，四种无力的果报都在无间地狱。这样的重罪，一佛念佛都能够消除啊！永被三途啊，三途是恶鬼、地狱出生，悲是违背，回过头来真正忏悔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永远不堕三途。随意所落，随着自己喜欢，长生净土。我们最欢喜的，无过于极乐世界。啊，三者，你看，劝令父王，行念佛三昧，父王百福，佛地果德，真如实相，地业亦空，何因不遣弟子信之？真如实相，地业亦空，这是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究竟圆满的境界。父王问佛陀，为什么不叫弟子修行？佛告父王，诸佛果德有无量深妙境界，神通显度，非是凡夫所行境界。真正讲真如实相，地业一空，是八地以上菩萨才具足接受的条件啊，七地以前的菩萨还不能完全了解，所以这并不是所有弟子都能够修行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向父王净饭大王报告说，诸佛果德真是有无量神妙境界，必须是上上根基之人才能够接受，一定要明心见性才能够证得。神通显度，显度是大自在，没有丝毫障碍，神通是无事不能成办，这些都不是凡夫所行的境界。所以劝导父王行念佛三昧啊，又佛告父王，一切众生在生死中念佛之心也佛如是，但能细念不止，定生佛前。佛告佛王，一切众生在生死当中念佛之心也是如此啊。换句话说，人死了以后将来到哪里去，完全看自己的念头，完全是自己做主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如果念的是贪，就堕落到恶鬼道；念的是嗔恚，是嫉妒，就到地狱道；是愚痴、怀疑、心重，那就堕落到畜生道。念什么就往哪一道去啊？念阿弥陀佛就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。但能细念不止，定生佛前。细念就是心里想着的意思，心里面一切放下，只是牵挂阿弥陀佛，念念不离阿弥陀佛，决定往生极乐世界。能够帮助父母往生极乐世界，永远脱离生死苦海，就是尽了除世间的大孝。现代孝亲的榜样，河南南阳来福寺的海贤老和尚，兄弟相继去世之后，母亲没人照顾，所以他借母亲到寺院里面来住，奉侍母亲27年，一直到母亲86岁，最后念佛送母亲往生极乐世界。
广东潮州有一位学者，他开办黄河道德讲堂，四年来挽救了20000多人，使他们弃恶从善，改邪归正，功德非常大。他的父亲平常不幸福，他很担心他的父亲不能往生，常常把这件事情挂在心上。在他父亲弥留之际，谢宗劝父亲相信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，他父亲答应了，于是握着父亲的手一起念佛2个小时，然后在休息的时候，父亲真的往生，而且瑞相非常稀有，1000多名村民都见到了，都受到了感动。啊，后面结语，这一次台南极乐寺举办中原祭祖大典，借佛起信念法师应缘殊胜。我简单介绍了佛弟子如何尽孝，以及佛陀与近代大德尽孝的榜样，供养诸位，希望弟子倡导孝敬之道，并且希望大家效法古今的圣贤典范，真正力行孝道，尽此一生信愿念佛，求生净土，以真实的念佛功德回向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同生极乐国，圆满成佛。今以此与大家共学共勉，最后敬祝法会功德圆满，与会大众法喜充满，光寿无量，谢谢大家。